原大陆石油公司中层管理人员杨中华日前在受访时透露了工作期间的很多腐败现象。他指出，公司从油船进的货只交给油库计量员计算油量，曾有一名计量员因为贪污被举报，只被调换到不同部门，而举报者却被发放到偏远地区工作，也体现了一个领导同志们的一个思路，就是说，比如说像一位我刚才说的上级被举报了，反而把他调到省公司去了，就说明。 领导他们喜欢有一点污点的人，有一点污点的人留在自己的身边反而好用，他知道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他还透露，石油公司在收购加油站时，为了垄断，采用批零倒挂的方式控制价格。所以他就采用提高批发价格、降低零售价格的一个方式，因为叫叫做批零倒挂，批发价比。 零售价格还低，通过这种垄断的一个方式，逼民营企业出局，然后或者让他们就是说不得不租赁掉或者被收购掉。此外，石油公司执行收购时，为了收取利益，也会引导私营企业老板开价。你比如说，你是私营企业的一个老板，你准备开价五百万，我要把这个油站卖给你石油公司，那收购的这个团队啊。 就是一个审计的一个小组啊，他会教你，比如说他会直直接说，你要五百万、啊，那我们向你收过一千五百万，然后你自己开口，你准备这个钱多出来的这一千万怎么分？那你可能说，哎，我们五五吧，啊，或者或者你说啊，你三我七，啊，都可以。当然，这个审计小组是要拿大头，因为人多嘛，团队里面可能有六个人。 好，然后呢，就说那好，那我教你怎么做。日车流量多少多少，然后这里处于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地段，然后呢，每日的销量达到多少，毛利达到多少，然后按照这个报表去做。在见证了许多腐败事件后，他坦言，石油公司就像一块爬满了虫子的酸臭豆腐，因为它不像私营老板。 我要为我的企业的一个利润啊、长远的一个发展负责，因为每一个人在这个有一定权利的部门，包括比如说加油站、收购啊这些部门，那每一个人都想通过这个权利去换得一些好处。他认为，民营企业在中共执政下没有活路，老百姓只能越来越穷。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玉杰，洛杉矶采访报道越越。利润啊，长远的一个发展负责。